Hello， 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老头。今天来玩这一款游戏呢，叫做浴缸塔防，不能叫厕所塔防了，各位啊。如果是叫厕所塔防，可能就要被你也知道要被版权了哈。那这一款游戏呢，不是我们之前玩的那个那个厕所塔防，之前那个厕所塔防呢，目前呢还在沉睡当中哦，什么时候会复活苏醒，不知道。但是呢，老头哦，找到了这一款哦，叫做浴缸塔防，然后呢，长得跟我们之前玩的那一个很像啊，严格来说可以算是高仿的作品吧。简单来讲，好听说高仿，难听就是抄袭啦。界面都差不多87分像这样子啊。然后呢，老头呢，刚刚稍微打了一场，发觉呢。虽然长得很像，但是呢又有一点点不一样它的单位呢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然后我看一下界面然后这里就多了一个什么硬币乘二要500R。这个我跟你讲啦现阶段呢敏感时期我是觉得各位呢还是不要乱氪金好了。你看嘛，我们就已经有一个先被开刀了万一你这一款又氪下去你是不是就虾米都没都没有了这样子。所以呢，我个人建议先不要氪这些塔防，就是厕所塔防、马桶塔防，不管，反正一些马桶人游戏呢建议是先不要氪金会比较好，不然哪一天游戏消失了，你什么都没了，得不偿失这样子。好啦，那屁话这么多，老头呢现在身上有300个金币我们接下来呢来抽一下好了他这个呢是直接就给你一个公式就是几趴会中什么，没有图案给你看，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能抽到啥。反正我们有三抽可以抽就来抽看看吧我们第一抽中了一个跟我现在这只一模一样吗？什么？居然会有一模一样的单位啊！我还以为说我可以抽到不同的单位有了有了有了终于抽到一个罕见的我就这样没钱了是吗我就只有这两个单位可以玩我还以为说我至少还可以多个两三个这样这可以卖掉嘛，对不对？卖一卖好了，来卖掉40块完全不够好不好？好，算了那我们就用这两个单位呢来打一下关卡好了来打一个普通的好了，好不好？我不知道打不打得过我打这个简单模式太过于简单了齁我们来打一下这个好了。好，然后这个为什么会有分什么0123455为什么要这样分？那我进这个好了。我们直接进来打看看。他一进来马上就开打是怎样？喂，他一进来没有倒数计时，你马上就要冲了，是不是？我直接漏掉了5只，我有点不太想要赌算了，赌一下好了啦。既然他都他都这样子，我就赌一下好了。来跳过。然后呢，这个呢这个塔防跟我们之前的塔防呢有点不太一样就是他这个升级单位所需要的金钱呢。感觉好像少上了不少就挺少的升一级只要75块钱。然后呢升第二级呢130然后升到那个什么升到最后的等级呢只要200就好了非常的划算，非常之划算赶快把它打完。好，下一波我应该可以把这个升满了。好，升满它我已经升满了，有没有？这个升满了就攻击力变高嘛，打得变快这样子。然后这个150块的这个是相机人等一下来看一下它的伤害是什么这个升级也只要100，这升级都好简单哦。对啊，一下子就升满级了呢。对啊，我看一下这升到顶是70。这两个单位的伤害都是一样的兄弟，只是一个比较远，一个比较一个范围比较大，一个范围比较小。我觉得这两者呢，就只是差在范围而已应该都一样啊，0.5 70，0.5 70。
而且啊，我第一次玩的时候啊，它这个啊，好像没有单位上限欸，你想放多少就放多少，欸，你可以一直放一直放这样子。欸欸欸，这只打不死，这只打不死。哇，这只血这么多，哇，兄弟啊，我遇到了强敌了，啊，遇到了强敌了，没关系，给他撞吧，会不会直接撞爆啊？哇塞，哇塞，太狠了吧这个，直接血7000，怎么回事？没关系，我们这边再弄啊，这样应该是挡得住啦。有吗？打死吗？完了，打不死，没打死。哇，这个撞下去伤害这么高，完蛋了，我觉得要狙了。啊，四只打得死吗？啊，是不是要撑不住了？完了，撑不住了，普通我就爆。欸，还有给260这么多。不像之前的塔防咧，之前的塔防你死掉之后给超少，他这个给的这是还蛮佛的啊，给的还蛮多的，就是我们再抽一下，不要再给我烂的了，拜托。欸，他刚不是给我260吗？我看错了吗？真的是啊，有人跟我交易哦。来呀，快点啊，送东西啊。哇，送这干嘛啦？好，谢谢。谢谢你给我啊，给啊，对啊，对啊，直接交易啊，给啊，怕你不敢，对啊，怕你不敢，哦，人真好，谢谢啊，那不要在那边干嘛啦？送钱是不是？来啊，交易啊！我真的很讨厌每次啊，一进去有没有？然后呢，就在那边一直给人家按交易，给人家按交易，啊，那要么就有本事直接给我就好啦，在那边啊，要交易又不敢，啊，那，啊，这个嘞，这个要送吗？好，谢谢，感谢你，快点啦，每个都这样子，欸，这个没有对话，哦，之前的塔防是可以对话的，欸，啊 ，Wiki 12452。想干嘛啦？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你的时间不是时间啊，我的时间就不是时间吗？好啦，浪费时间，把它关掉好了。每次就在那边一直按交易，我实在不太懂这种漫无目的乱找人交易的这种举动意义在哪里啊！真的很想给他喷下去啊！算了，我们还是来打一下好了，简单的关卡。没办法，我就烂，抽不到好的角色，又不给人家等了，直接就开跑，哦，真的是说跑就跑呢，啊，不能给人家等的这样子。哦，那我现在用这个会比较贵一点，所以可能会来不及，啊，这个直接跳过。哇，现在开始一堆超硬的冲出来了。我们的摄影机啊，监控大军啊，现在跟他们招手这样子，嗨，热烈欢迎，这样很像在招手，有没有？啊，很像在招手。哎，欸，这个打不爆了啦，哎，欸，第二十关了呢，第二十关了呢，各位，哦哟，好家在这边撑得住，哇，撑不撑得住啊？哎呦，撑住了哦。剩下最后一个马桶 BOSS， 结束了吗？怎么还没结束？怪一直升，怪一直来是怎样？跳下一关啦，啊！哦，这应该是最末端了哦，大只的全部都出现了。我们的招手伤害，嗨你好，嗨你好，然后他们就哇，好痛啊！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每个都不要跟我打招呼，求你什么？怎么又跟上一场一样啊？还没打完就结束了，这样子，这关卡设计缺失不良吧？啊，我的钱呢？兄弟啊，我的钱呢？我应该也算赢吧？我的200块嘞，哥哥啊，有必要这样？我都还没打完，你就给我判出局了 ？Oh my god！
就是要逼我花100R买这个，是不是？啊，其实100R还好哎，算买一下好了。前面才刚跟各位讲说不要氪金，那老头就先氪金了。好，买了，我要实抽了哦。抽下去之后，我们打普通关卡看看。Go！ 好哦，这个游戏可以不用玩了啦。啊，这个游戏真的可以不用玩了。我讲真的啊，没意义啊。看一下升级，升级只要100，其实还蛮便宜的。它升满到底多少啊？哎、欸，它升满多少？哎，为什么升满范围会缩小啊？我的错觉吗？不是啊，为什么升上去范围缩小啊，兄弟啊？然后又变大了，缩小又变大，啊？跑掉很多，你知道吗？不过它是范围的啦，它是一个范围的，会不会撞爆啊？我觉得会被撞爆哎、欸，然后200再升啊，这个应该是最大的，没有错。50伤害 0.4， 好像也没有比较强啊。哦，好像不会撞爆还好，好像也不会比较强哎。有啦，其实想想它强是强在它的那个什么范围伤害，那个群体伤害。对啊，我等一下再放一只看是不是 bug 啦，因为这边其实有跟你讲那个范围啊，可能是设计上面写错了，15变成12，哎，确实哎、欸，他没有写错，是故意的哎、欸，缩小啊，升上去缩小，然后再升到等级3再放大这样子，干嘛这样那么无聊啊？假把修赢你，然后搭配一下我们这个相机。啊，这边前面再放，哎呦，是这样，前面再放各三只这个，对、啊，你看发生什么事了？一出来血量剩下这样子，啊，其他别只就没有，完了要被略过了，看来我们还是不行，看一下有没有办法补救，搞不好还不会输嘞，对不对？补救一下，好，我输了，输了，输了。打不痛啊239，然后呢他会不会给我呢？来，我们来看一下会不会给我239，会不会给？哎，这次就有给了啊，为什么那一次没有呢？啊，不要抱太大期望啊，一个啊，连一个死尸都没有。再来啊，又是一样的啊，我们的镜头人，哎、欸，才刚刚不抱任何期望，你现在是要让我继续玩吗？我本来是不想玩了，你知道吗？好，既然抽到了传说，我们再来打一场普通好了。真的是调皮呀、啊，不想让我离开这一款游戏就说嘛，真的是。不过这个要750啊，这个要750啊，哦，有了。放哪里？放在头上，头上不能放，放这里。看一下怎么攻击的。哦，啊，没什么特效。哎呀，身上就要1000。哎，还不错啊，伤害有100、200的这样子呢。对啊，100、200这样的感觉不错啊。我们来投资这一只大只的好了，0.8，大概一秒打一下，这个0.5，升满不知道会多少、哦。没关系，我们撑看看。我们之前是败在这里嘛，升级0.7，1500，完了。他是不是要把我们给炸了？那个7000的根本打不赢啊！哥，不要这样子啊，哥！希望他不要一次撞爆了，好不好？我们就先希望不要，不会连这个都打不赢吧？我都还没升满啊！算了，我要快速跳过，我要为了存钱，我要为了升级啊！每一下500滴，嘿嘿嘿嘿，啊！突然来塞一只7000血量的是怎样啊？你的平衡呢？啊！为什么这只每为什么这个每一只跑出来血都升1000？这个游戏好奇怪啊！啊，0.5了，0.5伤害有变快了，然后我输了，又给我239，设计的很差呢，我觉得。
虽然它长得很像马桶塔房，但是我觉得它设计上真的是哩哩啦啦这样子啊，继续抽，把它抽光啊，反正就是一个劣质版设计的高仿马桶塔房。好啦，我不想玩了啊！你们有兴趣，老头把这个游戏连结放在这个影片下方啊，你们自己去玩看看吧啊！先到这啦。如果喜欢老头的一些马桶人的影片的话呢，不妨按下订阅跟小铃铛以及喜欢啊，在影片上方啊按上喜欢啊，知道吗？然后在影片下方呢留言啊，说出你的看法。感谢各位收看，我是老头，我们下一集有机会啊，应该是没有机会玩这一款的啦，可能会被下架啊。我们下一集有机会别款塔防马桶人，再见了，下次再见，拜拜。